都是经典唱段。广播黄金呢，原来姹紫嫣红开遍。不要听这个昆腔，最值钱就是这个。那还短什么短啊？咱得有个椅子，没成位，不好，我找一下。得嘞，得嘞，得嘞，成张椅子，椅子一上来，咱们正式开始。从这书房啊，您把我引出来。哎呦，您看唱戏的椅子，啊用，多好啊！不就开始吗？就是有点高，不知道您能不能坐啊？化妆表演也是本身呢，他们睡觉的时候我就把这戴上。您这不是杜丽娘子，兔女郎啊！这现在还不戴啊？现在不戴，现在还不戴。那咱开始，我来这小丫鬟。哎，这丫鬟，咱就开始啊。Thank you.
白头偕老，万万万万万哟哟！啊，丞相啊，这是什么呀？这是金鱼翅。金鱼翅哟，这是。待我看来，怕逃怕你心惊啊！还真有鱼味。怕逃，这不是新绣袜，绣新袜，小袜子。这是这是小姐，这是青山楼。别着急啊，青山满边看，啊，好一派春色日新月异。是啊，那小姐，这是杜鹃花。啊，还要看杜鹃花。杜鹃花。啊，杜鹃花看到了。啊，小姐，这是牡丹花。牡丹花。还有牡丹花呢，那我给我看吧。有点意思。啊，牡丹花好看呐，牡丹花还能牡丹酱呐。牡丹酱。啊，小姐，这是芍药花。芍药花。啊，小姐，这是胡干。小姐怎么这么大脾气？那我唱完才看吧。哦，不许唱断，造罗袍，咱听。啊，春仙，不到园里，怎知这春色日虚？朕是。可是春光一去
是红颜印了。到底谁才是躺在我身边每天叫我起床的那个人呢？他到底在哪儿呢？到底在哪儿呢？又不是你上来说呀。刚才逛在花园，我也是身子有点乏了。